Ew.家人们啊，炸蘑菇还是好吃。家人们啊，这款腊八蒜啊，我给你们挂这个位置了，你们喜欢吃的直接去拍就行了。这玩意儿是吃啥都解腻，吃啥都嘎嘎的，脆绿脆绿的，品质非常好。家人们啊，9.9给你们发3袋，这回有小黄车，你们喜欢吃腊八蒜就直接去拍，品质嘎嘎的啊，绝对是顶级的啊，都是这种品质的，而且非常便宜。那个一袋是连那个汤带这个蒜是半斤的，家人们啊，250克，一共给你们发1斤半，到家就这种效果，都是这种好的品质挺好。而且还不辣。我一顿能吃20遍，我能吃这一袋啥子，好吃，确实好吃。哎呦，哇，哎呀妈，这还真香啊。
老铁们，小亨猪的烤肠来活动了，老铁。平常的时候是39.9元，给大家发4包4斤重，今天是39元，给大家发5包5斤重。它有两个口味，一个是黑胡椒的，一个是咱们原味的啊，原味的。你们可以两种去混搭，也可以去单选一种都可以。下单成功之后还送大家2包烧烤料，老铁。活动截止到24号，有需要的可以去拍。它这个里面添加的都是那个鸡肉和猪后腿肉，所以说打开了之后你们都可以看看，肉粒感十足，老铁，非常的好吃。买回家里去煎着吃、炸着吃、烤着吃都是可以的，老人孩子都可以去吃，很好吃。看，每一个里面都是大颗大颗粒的肉。